这是他本季的第六场的出赛，其中第四场的先发出赛。昨天比赛呢，他是一样是先发打第九棒中外野手，三个打数没有安打，终止了连两场比赛有安打的记录。这个球出棒已经是挥棒过半了，也变成了一个好球，一个坏球。哇，曹佑麟这一段时间的表现呢，击球点掌握是不错，像这样子打得非常的平。哦，那个手眼的协调哦 ，timing 都真好。起码的是干嘛？他的力量不够了，但是他比较瘦。好像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哦，起码公开的重量训练多做一点，练出一些 muscle 出来，会不会影响他演戏？哦，不然他的手眼协调真的真好，挥棒的动作 timing、击球的 timing 都还蛮好的。是。你知道他是不是属于那种吃不胖的体质？有些人就是一直吃，一直吃，他就是不会胖。嗯。